拿个猴吧，希望能给点钱，我把这四个都拿了，给个3块钱，2块也行，2块亚索不要了，要吧，2块亚索也要，行不行？上把都吃鸡了都，那就拿个亚索得了，咋这么多大剑呢？猴生了，猴。吴亦凡拿一个吧，算了，这波不用拿，这波给钱了。御剑仙这把可以，这把可以御剑仙。先给猴上个饮血无尽，给他配个天神，前期打工直接无敌。这都没用，这都。再给个五阶大师，直接就起飞。天选都打不过我，太猛了，没得用啊！御剑仙谁谁呀？男刀啊？找个刺客男刀也行。挺烦人的，这剑姬啊，剑姬来其实可以不要，不过拿个打工吧，先拿个打工。我准备好了，这俩撇了直接上，撇了这样吧。空城可以，空城可以。打工的话，这剑姬的八银口袋卖，找个宗师，找个秘术，找个刺客，找个御剑，别的武士费的都可以。好猛啊！我前期呀、啊，我前期太猛了。六银口卖了不合适，六银口卖了你成不了形。最好是给个武器，现在又有天神又有决斗，给个武器。六银口上分女，上小驴人，四御剑，两决斗，两重装，两天神。这前期基本上是输不了，输不了。要魔抗，要锁的甲，要全套。看看先拿春哥会好一点，还是先拿无尽好一点？饮血剑，全套比较难拿，拿全套吧。魔抗没人要。
先拿拳套。我这连升级都不用升，我就直接就无敌，没啥对手，升都不用升。盖伦放中间吧，呀，服娃了。不用升，等着自己升就行了。我们不用升，他们都留十块钱。哎呦我操！我分女升二，我们可以升。呀，这波挺难打呀！这小子两个四费卡呀，我的猴还被干了。这咋这么猛呢？这那五音口来剑魔跟寒冰呗，你能玩了不还呀？让我碰点别人也行，别碰到第一名，这多断我节奏，你说多断我的节奏。锁着假魔抗攻速，起飞啦！要是没碰那个人就好了，碰那个人给我节奏断了，本来就全能赢的，然后整成赢不了了。本来一把都不用输，一百滴血不用掉，太糊了那小子，他输了，漂亮啊！他还能输呢？上天神吧，上个天神猴，这样能猛一点。赢了，没事。
刀锋赢了撇派克。好顺哦。这哥们银马好像挺猛啊，几重装啊，四重装啊。哎，还行，银马打死了，套个盾，再套，完了，输了。那猴再能顶一秒钟，就能把他们全杀了。我再来把大剑。呀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我拿拳套是不是好一点？我这把前面都已经挺糊的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就这还能第倒数，你知道吧？说明啥？说明他们都挺厉害的，这把都挺糊的，你知道吧？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说明他们都挺猛。算了，上个猫吧，正好天神能加点血，嘿，比蛇女好一点。倒数第六，不是倒数第六。就是到现在我还能85滴血，其实不正常，我们应该90多滴血。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好多东西哦，剑尖不卖，我拉到八代卖。
不着急，先把血多。无尽配青云怎么样？你们觉得？还是饮血剑？拉克斯应该要的哈，忘了，没事，拉克斯后边有。无尽配青云吧，然后配个春哥，就不要饮血剑了。不费青云容易打不动人，挺能递呀，真是挺能递呀，把那40块钱全给递没了，我靠！哎，给个刀锋。没有同行，没事，一会儿再说。这还有个六福星呢。我发现这版本直接拉八不行。他们都太能地了，给我一顿血入啊，给我一顿入，但是我们已经收不了手了，知道吧？我们已经收不了手了。我们必须得地，不是，我们必须得生，给他生。啊，让他生。顶住，拉到八，这小子也拉八呢。呀，这好像是一家同行啊。这同行比我猛啊，我操。好，拿个锁着甲，呀，这都第四名，一二三四五，正好赚走了这锁着甲，挺烦人呢。来个锁着甲。玩的时候跟那谁说呗，用说吗？还是直接玩？你回来。行。跟那鹰眼说一下，你要在我回来之前吗？嗯。莫干辣。给个莫干辣。啊。
来个莫干辣，来个莫干辣，可以，再来个兜风，给个天选。怎么五个御剑仙呢？三秘术上这个，哦，莫干辣得配个那啥，我正好差个天选的，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小驴人可以不要，剑尖可以不要，差个天选秘术先给他撇了，省着一会儿我们这个老子啊思路不明确啊，先给他撇了。现在差个刀锋，差个莫干辣，然后来个天选蛇女就差不多了。咋这么多魔抗呢？吹风吗？刺客的话好像不太好用啊，不好用，坏了。好阴影。老头感觉得要啊，来个老头吧，锁一手，要个老头，把老头给他换成蛇女儿，完了我这要去世了。三星小法打不过呀，这谁也打不过呀，感觉要第八了，我操，我前面这两把鸡儿感觉要白吃了，感觉要第八了，兄弟们呢，怎么能弥补挽救一下，有没有挽救的方法？刀锋撇了，找个男刀，这御剑仙真是够呛，哎呦我操，给我扎狐狸，差一下，
把他送走，愉悦送走，送走。靠！哎，这小子死了，给我来个刀锋吧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康萨米达阿里嘎多。要不要来一只卑鄙的吹风，兄弟们，再来个吹风，我们双吹保一手名次，好吧，双吹。同行难道要删了，搁哪呢？那人家天选难道我能咋整啊？俺们连天选他都没有啊！你瞅这改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刀锋他也没有。狐狸，狐狸，狐狸换老头换不了，你说啥也换不了。关键现在是啥也换不了，没得换。还不能换，这还换不了，这要是个秘术我就把换了。输了，打不过，主 C 没二星飞不起来，打的寒冰的不掉血。挺住啊，分卷倒数第一能不能死啊？倒数第一，他奶奶的全死了，一个零的，一个四的，一个七的，哎呀我操，还行，第七可以接受。这要是第五名就好了。